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英国之旅回顾。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慈见，阿弥陀佛。惭愧弟子。 妙音，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爱心变法界，善意满人间。因果之旅回顾，缘起。宇宙万法是因缘和合共存。 而英国生命之旅展览活动亦不离因缘。自法藏比丘在十节之前发四十八大愿成佛，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此微妙法。 教化众生回归自信，中华古圣先贤乘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全球各国宗教智者弘法立生，尊敬的师父上人。 一生走遍五洲，促进世界和平。诸佛菩萨与祖宗垂慈，成熟了此爱心变法界、善意满人间的机缘。一伦敦展览。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英国掀起了一股汉学热。习主席本月将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上次中国国家元首访问英国间隔了十年。据悉，去年六月中。 英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二零一五年为文化交流年。双方商定，上半年在中国举办英国文化季，八月至十二月在英国举办中国文化季。因此。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应邀到英国展览，庆祝这首次的英中文化交流年。活动地点位于拥有八百万居民的首都伦敦，在英国艺术家联合会经营的著名摩尔艺术馆摩尔。More Galleries 展开，临近白金汉宫、国家美术馆等旅游胜地。此展览还得到了英国地方各界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女皇副官、首相府代表。 中国大使馆代表、宗教领袖、各大著名英国大学教授等均有出席。摩尔艺术馆的主展厅划分成四区：第一区，欧洲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察；第二区。 孔孟学说、仁义忠恕、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汉字文言文的重要性。第三区大乘佛法，真诚慈悲，一生圆满成就。净土宗简介。第四区众神一体。 宗教一家，宗教团结，古今范例。通过展览、演讲、书法、美术等方式，向英国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释道为人类的瑰宝。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方。图一：英国伦敦“生命之旅”之展览。图二：欧洲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察。图三。 孔孟学说，仁义忠恕，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图四，大乘佛法，净土法门。图五，众神一体，宗教一家。 图六，宗教团结，古今范例。无量寿经云：“佛所行处，国邑丘聚，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 展览开始前夕，天气便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伦敦维持了一个月的绵绵秋雨停止了，而在为期六天的展览期间，每一天都是阳光普照。许多参观者说：“看见这么好的晴天。” 就想到户外散步，然后走着走着，不知有何力量推着我来到这个艺术馆。磁场绝非一般。一进门，所见所闻，莫不使身心清净。语音导览、音乐、讲座。 与听闻义工对于展板的解释，皆都涉耳根。协会菩萨们的辛勤付出，在一个月内准备了几十张精妙的展板，以及各种法宝、结缘品、讲座、节目等，每一字、一画、一图，无不是。 慧光照耀，原名聚德。来自全球各国的参观者，皆如饥似渴的认真学习。还有几位在参观了许久后，去喝一杯咖啡，回来再继续欣赏。又说。 我早就在找寻这样的信息，没想到能够在这里遇到如此丰富的展览，真是应我所求啊！与六天太短暂了，希望这能够成为巡回展览或常设展览。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解释汉字的表意特性和它能够涵盖圣贤的智慧，不会随着语言而改动，所以贯通古今。一些西方友人从最初认为中文很难学，后体会到汉字的趣味、智德。 并感佩中国老祖宗创造了这项伟大发明。展览陈列出汉字的来源、演变、六书的造字法则，使参观者体会到汉字不仅是一种语言，而是文化的载体。 全人类能共同享用的工具，每一个字都是形、音、意的结合。比如“大”字是个象形字，字体像一个人双臂伸开，表示东西有这么大，所以形中有意，而念“大”的时候。 嘴巴张开，则音中有意，行音意达到了合一。以下为几位参观者的具体实例：一、来自意大利的行者卡拉。卡拉出生于意大利，是一名天主教徒，但他相信。 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他称自己为一名天生的佛教徒，对佛教的经典颇有研究及例行。他相信一切为心造，宇宙万物实为一体。五十五年的人生。 有一大半时间，卡拉都游历于世界各地做义工。他还曾在澳洲土文巴的幼儿园做过一年零七个月的义工。他不为物质生活操心，秉着只要吃饱穿暖，有一个屋顶遮蔽风雨就足以的态度生活着。 把一切都交给了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当我需要食物充饥和衣服保暖时，总会有人给我送来。人活着不为自己，神就会照顾你。卡拉神采奕奕、法喜充满的样子。 让人十分向往那种无牵无挂、云游四海、利益众生的生活。卡拉喜欢坐禅，在一次坐禅冥想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伦敦，并且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应该去英国走走了。” 于是他来到了英国伦敦。他说：“今天看到这个展览，使他明白了来伦敦的重大意义。师傅上人的理念与展板的内容赋予了他正能量。看到与他理念相同的人群，让他感到很欣慰和感动。” 二，孙中山先生的后人，这是一位出生于牙买加、定居伦敦的华人。这位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是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后人。从展览第二天开始，孙先生每天到画廊认真细读每一块展板。 参加每一堂演讲，直到展览结束。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祖国。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海外游子的浓浓思乡之情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渴望。孙先生希望能从二零一六年开始。 回中国广州常住，继续他的寻根寻源之旅，并同时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孙先生对此次展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三，来自加勒比裔的参观者，当这位女士看到。 法宝免费流通的牌子时，非常惊讶与感动，这真正体现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而后，他详细的去了解法宝的内容。我们从汉字、文言文、《弟子规》、《太上感应篇》。 群书治要、三六零等中国传统文化古籍开始介绍，一直到大乘佛法乃至净土法门的法宝，还未开始看展览，就已谈了大概一个小时，越听越欢喜。最后讲到念佛法门为方便至极。 究竟圆满，他试念阿弥陀佛，须臾之间感到十分宁静，并请了两台念佛机与许多法宝。四一卷图画胜过千言万语，许多欧洲人对地域变相图画册十分感兴趣。 一致认为它有很高的艺术及教育价值。细阅地域变相图之后，不少参观者感慨地说：“他们觉得看了之后很受教育，更深的了解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再不敢放纵作恶。”这是因为。 将老师画的纤细无遗，十分生动。五，刘克雄教授画卷中的古代文字乐谱，刘克雄教授画卷中的古代文字乐谱让西方友人大开眼界。没有五线谱也能谱出优美的音乐。 也许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大家一起跟着义工们哼出了轻快的旋律，画廊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对于中国的艺术，如书法与国画，有些参观者，如英国画家、猎影制造商的皇家学会会长，表现出。 折服与感动。六，英国矫形外科的老教授，一走进门，老教授就详细的阅览展板。老教授来自伊拉克，曾经在英国留学，也让他的孩子们来到英国留学。 他儿子前一天参观了展览，回家推荐给父亲。听完水试验的介绍，老教授非常认同，说：“在伊斯兰教真主说，我用水创造了一切生物，《古兰经》。” 老教授还询问协会是否会在英国成立一个中心，他表示想给予支持。七，来自土耳其的法克。这两位参观者对团结宗教特别感兴趣。听闻师父上人在世界各地团结宗教的理念、方法。 经验与成果后，很是感动。他们在土耳其从事团结宗教的工作，表示回国会向各宗教的领袖推荐“世界宗教是一家”，及运用编三六零小册子的方法。虽然在伦敦只住四天，但还遇到了这个展览。 真是庆幸，大家看到澳洲图文吧，这个多元文化、宗教团结和谐示范城，都十分欢喜。八，一位英国老师正在做如何过幸福人生的研究，并在周末举行了讲座。 这位老师一读到展览的资料，如获至宝。《弟子规》英文版的封面称为“幸福人生之方针”，佛法教人如何离苦得乐，净土法门的目标为极乐世界，真是千载难逢。他在跟展场义工谈到他于周末的讲座时。 看到在他面前桌上刚好摆着《幸福人生六十守则》，仔细一看，事事确实没有偶然的。这位老师无比高兴，能在这一个展览厅之中遇到那么丰富的如何得到幸福人生的资料与法宝。九，汉字的艺术与智慧。 两位英国中学教师在看了关于汉字的展板后，感叹中国文字和拼音文字相比，在形、音、意方面的优越性，赞叹六书造字法则和中国老祖宗造字的智慧，对汉字本身的艺术性更是赞不绝口。 他们认为，汉字在学校就应该用这样的逻辑系统来教授。十正在撰写《世界各地问候语》一书的英国学者，这位英国学者对中国的鞠躬问候礼很感兴趣。通过了解古汉字“人”。 的写法后，他明白了此问候方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十一，一位来自澳洲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学习日语有六年之久。 感到日语中的汉字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导致最后放弃了这门语言。在听了“是中国文字，学东方智慧”的讲座后，他表示，要是早六年能了解汉字的逻辑性和学习方法的话，他就不会学的那么辛苦和枯燥了。 他感到中国造字的圣贤无比的了不起。十二，伦敦扫盲慈善机构的财务经理，展览的开幕及闭幕仪式他均有参加。这个慈善机构是专门教育与辅导住在伦敦最贫穷地区的学生，甚至成年人。 所以，这位参观者对于能为他们的图书馆请到《弟子规》英译版等资料，深感珍惜。参观者普遍认可与赞叹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价值。确实，儒释道贯通自信。 而性德上无民族、宗教信仰之分，正如《孝经》所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私不服。”来自十方的诸位仁者。 悉皆欢喜接受，怀着慈爱之心，对于实现世界和平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二，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南彼得校园简介。 从伦敦至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兰彼得校园，这四个半小时巴士之旅，让我们穿越于英国名利的乡村景色之中。兰彼得校园为群山环绕，约四十英亩的面积，校园中。 还有和平院之百花园，则是为红护正法、团结宗教、促进和谐世界的一片净土。创立于一八二二年的兰彼得校园，是由主教托马斯·伯吉斯 （Thomas Burgess） 所建。 旨在培养神职人员，直至一九七八年才改为人文学院的中心。图七：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兰彼得校园。兰彼得校园还开设了古代文明、古代历史。 人类学、考古学、中文学、经典研究、宗教与神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等课程。学校自建校起就重视多元文化宗教的研究。二零一四年，该校的神学宗教学。 与伊斯兰教研究学院之研究影响力，与九家大学在全国间并列第一。兰比的校园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所校园之一，已收藏了许多西方古籍，包括中世纪的手稿、印刷书籍等珍品。 皆存放于校园的罗德里克博文 （Roderick Bowen） 图书馆。罗德里克博文图书馆在去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日举办了一个展览，纪念托马斯·菲利普斯 （1760 年至1851年）。 以表彰他将中华文化带给威尔士之功劳，展示了来自威尔士的菲利普斯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学校与中国最早期的联系。展览的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汉语、中国音乐。 及菲利普斯眼中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一七九六年，菲利普斯以英国步兵团的外科医生兼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访澳门及广东。英国历史学教授约翰·摩根·盖伊曾说：“菲利普斯一生广泛游历，从他留给兰彼得的遗产中。” 可以看出他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当时，伦敦书商都很熟悉菲利普斯这位老顾客。为了护持教育，大量买书，赠送给学校与同胞们。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五一年，菲利普斯赠送给这学校两万两千五百多本书籍及手稿。 其中几十本书是关于中国的，包含了各方面的中华文化，例如英国大使馆1793年中国之行的官方报告、图画书与地图集。当时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专门研究神学，所以对儒家的典籍特别感兴趣。 这体现出学校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图八，展览小册子的封面及菲利普斯的肖像。学校热切欢迎协会一行来访。虽然协会一行抵达学校时是星期天，非工作日，校长夫妇。 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等高级管理人员仍然亲自迎接，并带领大家到图书馆参观。古籍管理员也专门前来介绍古老的手抄书籍。学校亦全程安排了中式素食餐，还为了尊重五戒里不饮酒戒。 将西方习惯饮品中的酒改为果汁，于第二天的正式晚宴，南比的市长、校董等皆纷纷出席，并邀请学校的国际声乐学院硕士班学生前来为宾客表演。威尔士“歌声之圣地”之称果然。 名不虚传。为了庆祝协会团体的到来，校园在大学校旗与威尔士国旗边升起中国国旗。图九，威尔士国旗。威尔士的国旗有一条向前直走姿势的红色龙。 背景的颜色是上白下绿，代表着位于威尔士的都铎王朝（西元一四八五年至一六零三年）。旗帜于一九五九年起开始使用，但红龙的标志与威尔士相关联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说罗马人。 在占领英国时期，把这个标志带到了现在的威尔士。在大不列颠的文化历史上，红龙的符号表示权力。大学对多元宗教团结与中华传统文化非常认同。大学于十月五日暂停课程。 目的是为了鼓励老师、学生们与校长夫妇、高层管理人员等一同聆听师傅上人的开示，一同欣赏来自伦敦生命之旅的展览，从中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与多元宗教团结的意义。 虽然活动是在星期一一大清早，又是雨天，但大厅座无虚席。众人从头到尾听完师傅上人两堂开示的影片，主题为融通东方传统文化与多元宗教团结，以求达到世界和平。与。 多元宗教团结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保障。随后，与会大众踊跃积极地参观了展览。由于大家对展览内容的喜爱，为了想更深入了解，有许多人在现场请了法宝。所以，校长提出将展览陈列于威尔士国民议会。 使更多领导人士得到这个接触与学习人类古圣先贤智慧的机会，以求达到社会安定、长治久安。抵达兰彼得第一天，风和日丽；隔天展览开幕时，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这场秋雨被校长称为。 威尔士的欢迎，在本地的塞尔特 （Celtic） 传统中，下雨象征神圣的欢迎。我们非常感恩校长夫妇与学校高层管理人员的贴心照顾与招待，他们对于师父上人的智慧德能的认同，令大家感佩。 就在我们威尔士之旅即将结束之际，在大家互道珍重的那一刻，天空出现了极其美妙的双层彩虹。图十，在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抓拍的双层彩虹。 这瑞像似乎象征着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与促进多元宗教团结方面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无限感恩师父上人胡居士慈悲会与学生们如此殊胜的。 学习机会，感恩协会的悉心安排，感恩此次复音活动全体大德的辛勤奉献。以上为不孝弟子愚见，弟子德薄学浅，障深业重，凡所汇报多有缺漏。 恭请师父上人慈悲批评辅正，惭愧弟子妙音顶礼敬承。这一份题。英国之心殿。 报告，让没有参与活动的许多朋友们啊，读了第一篇报告，还看到很多照片，如同亲临其境啊。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喜悦，这里面充满了人情味，啊，看得出英国人，特别是这个学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啊，他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我们被他们的诚意感动了。也有这个愿望。啊，现在我们进行初步的接触，学校希望我们后办一个韩学院。 啊，我们的愿望非常简单，就是培养一批年轻的老师，有能力就教授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让他们能够阅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啊！ 标准的本质就是四库全书啊！这次我们也赠送了一套四库全书，一套四库汇要啊！希望有人能读懂啊！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东西，他们所喜爱的一种或者一次或者是一部分。 翻成白话文，那么从白话文呢，再翻成外国文，在欧洲这些地方流通，让他们都能够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啊，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一个礼仪之邦，热爱和平的。 出去啊，他们古圣先贤真有智慧，从汉字的发明可以体现出来。啊，汉字相信对他们有很好的影响。这里头有形、音、意。跟、啊、拼音文字。 完全不一样，啊，每一个字充满了智慧，啊，所以就像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居士啊，这个这个博士他所说的，啊，这是个汉学家。 他告诉大家：汉字不可以改，文言不可以废除，经典必须要读书。啊，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个人身心健康。 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啊，中国古圣先贤有这种智慧，有这种本事，我们要啊！要怎么办呢？学汉字，学文言文。啊，第二个，它能帮助你一家。 和睦，家和万事兴，能帮助你的事业顺利的发展，能帮助社会安定，能帮助国家富强，能帮助世界和平，这能不要吗？每个人都要的，在哪里？在四苦全书。 社会权术太大了，啊！唐太宗在里头，借取精华，编了一部《群书之要》。这“治”什么意思？治心啊，讲的深的治身治心治身，再扩大治家，再扩大治社会，再扩大治国家。 再扩大，至至全世界，确实是今天局势、人民所必须啊！这种太好了，啊，它是汉字文言文写写的这载体，所以我们要从汉字文言文下手，啊。 我跟校长谈了三个多小时，很感激。我回来之后，他到伦敦来啊，到到香港来啊，到我这来住了五天。啊，五天当中，我们有三天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来谈这个问题，非常热心，热心就是啊，就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 汤恩比说的，我们听过。今天我们遇到校长，他真干，我们佩服五体投地。啊，我们听到他的谈话，非常感感动。啊，一个外国人对传统文化这么重视，我们能不做，能对得起祖先吗？能对得起中国人吗？ 能对得起全世界、全人类吗？啊，所以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们要全心全力协助他。啊，我跟他协定，终极的目标是我们合作办汉学院。汉学院真正是学中国古文学，不学现代。 现在他有中文系，中文系学现代的，我们这个完全做老古董，啊，教材是古书古籍，啊，方法是用古人的方法，不用现代方法，就教学的理念方法都是几千年传下来老办法，啊，没有新教材，没有新理念，没有新方法，啊，我们来做实验。 如果三五年试验成功，中国古老的教学法在今天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不做试验，大家不能了解。一定我们做试验，所以我们的协定是：学校先办这个，这个汉学系，先办汉学系，汉学系下面。 再成立一个汉学师资培训实验班，我们都做实验，啊，实验成功了，大家相信，再推广，啊，不成功了再改进。现在全用老方法，校长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啊，老方法是什么？一门深入。 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来做实验。那么五年之后，啊，这个五年，师资培训班五年不招生，啊，我们去推荐，啊，希望能有五十个研究员。 专门学汉字啊，说我们的材料是说文解字、声韵学、训诂学啊。声韵是读音，中国字的音；训诂是讲它的意思，每个字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三样东西。 三门课，三年，一年学一样，啊，最后第四年学全书之要，第五年学过学之要，这两部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的钥匙，你才会真正拿到。那往后，我们就希望这些人要定下来，啊，他可以教学，在汉学院教学。 除教学之外，他们去专心研究一门，不是喜欢易经，专攻易经，啊，用古老方法研究易经，时间十年，十年之后，他就是世界专家，易学专家，啊，理学专家，诗学专家，啊，到。 出了十几二十个专家，中国文化光芒普照全球。我们干这个，啊，这大事啊,啊！那么宗教团结，他们也在做，很难得啊！大乘中国大乘佛教要恢复，大乘八个宗派，每一个宗派。 我们都欢迎你认真去学，从哪里开始？从经典啊，经典也是的，读书千遍嘛。啊，你学《法华经》，你把《法华经》念一千遍，再来做报告，给大家分享一千遍。 然后再两千遍，两千遍的报告比一千遍决定精彩多了。啊，最后呢三千遍，三千遍的报告，我想跟释迦牟尼佛讲话和《法华经》的味道相同了老方法不需要老师角，千遍是其意自见，自见就自己开悟。 啊，你每天读，每天想，自然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做出这个报告的时候，来、啊、跟大家分享啊，让大家给你印证。你讲的不错，正好，啊，跟古人的注解来对照。啊，古人注解你们没,没看过的，啊，到你悟出来之后。 把这些注解拿来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古人哪些地方做的对，哪些地方错误了。你有这种能力，啊，这不是假的，这是中国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哲学里面最高的教学理念跟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的成果，成果是开悟啊。 不开悟不行啊！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篇这个这个英国之旅的回顾啊，我们也是得到这个信息，时间太短，在筹备的时候，虽然大家都非常尽心尽力，还是不够。 啊！希望的时候，来年如果再能办，我们有充分、许许多多充分东西拿去展览。啊，我们同学会学了一年了，会讲的更好，啊，介绍的更精彩，啊，在欧洲可以把这个汉学再向上提升。